哇，我们直接掉入地狱了，卡丁格圣所，要死我！卡丁格圣所，我们来到了地狱了，你们这些恶魔啊，该准备跑了吧？啊，这些恶魔该跑了吧？我说你们是不是要跑了啊？啊，要不要跑了？等一下，我设定一下。我觉得需要调整一下才行，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的样子。我来看看，好的，哦，这样好像有好一点了。 OK， 哇，这什么，哇靠，这虾米蛙哥，杀了你啊！哎呀呀！我靠，这个，哎，靠呗，后坐力把我震下去了！哇，死给！哎呦，干什么东西？哇，这把真的好炫啊，超级炫炮的哎，我喜欢这一把，我盖！哇吼！哇吼！哇吼！哎呦，只是他的蓄气比较慢一点而已，他需要一点时间聚能。哎呦，干嘛？干嘛？干什么？哎，我用完了。哇，挂了，这么弱，说挂就挂，这么弱这样子。啊，打完了。啊，这边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一团肉是什么东西？啊，前面怎么又一颗头？哇哦，好吧，越来越不能够理解这里了。下去啦，在那边跳嘞。哇，死！哇哇哇哇！有，哎，可恶，没有，直接把它秒掉。没有终结技就是不爽啊！没有中，等一下补血的哈。哇，有追来的。拜！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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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，哎，上面那什么？上面那什么东西啊？好好奇哦！这个又是看得到吃不到的东西，这到底是干嘛啊？那是门啊，那应该是门哦。呜！我靠！我靠！从后面刚我，很行哦。这么喜欢从后面刚刚好是吧？好了，什么声音？哦，自动开启，可以开门了。啊，来自地狱的恶魔，你们小心了。啊，哇，这个什么？黄色骷髅，这应该是拿来开那个门的吧？那个刚刚好像有黄色的一个骷髅的那个标记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应该是映照这个骷髅头的。哦，白痴也知道，不用我再多做解释了吧？芝麻开门，耶、yeah ！
哇塞，这里是怎样？又有符文了哦，又有这个。CZ Nice 啊！我们把这个抗性哦，我觉得这个先升一下好了啊。更快的切换武器，所以啦。好，这个是符文，我们来打一下。嗯，这不是符文哦，这是在一些在讲解一些这些古代的历史吗？地狱的古文，其实我没有什么兴趣。啊，内奥，好哦，不管了，我要杀敌人。这款游戏呢，剧情不是什么着重啊，爽快的杀戮才是正解啊。爽快杀戮才是正解啊！选我正解好吗？没有人在跟你讲道理的，在这里暴力就是一切。干嘛？哇靠！这家伙来了，好用欸。清理完毕。再开。哦，大门已开启。哇哦！哇哦！我靠，直接传到这边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那我这边可以再传过去吗？可以耶，死给这么的酷哦！空间顺动，空间传送，哎呦，发现了秘密，是哦。这个是不是那个吗？宇宙战士，这叫什么？这什么来着啦？突然忘记了。最后一战是不是？还是什么东西？感觉像是最后一站的样子啊！我们现在拿到蓝色的，蓝色去哪里开？该不是这里吧？其实我有点小路痴，四倍伤害。我刚刚看到这边好像是娃娃，是不是？错觉。我靠，这下面蛙哥！哇，吓死人啊！巨脑魔。啊，我知道这个，这个巨脑魔是那个以前早期的那个盾的那个，我印象很深刻，因为我觉得在空中飞，眼睛超大颗，很吓人，啊，让我童年当时稍微有点阴影存在啊，有那阴影在，害怕。好，我觉得，哎，这边有个宝箱，哎。看得到吃不到啊！谁打我？哇塞哇塞！别这样的吧！去了！来呀！来呀！快要死了！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太多啦！太多啦！哇！又是你啊，大哥！
吃你吃芭乐啦！吃你吃芭乐啦！脑膜宇宙脑膜又是你，吃你的，吃你的蛋蛋！没了吧？哦哦，死给，彻底结束了。好了，这边是蓝色的，没问题。补一下血，开 ，nice 啊！哦，原来宝箱这边开哦，恶魔在讲话哎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护甲升到最满了，最满吗？是不是？有最满护甲，亚金霸者啊，我们已经变成亚金霸者了，超屌！哇哦，新的敌人。我感觉好像新的敌人的样子。嗯，死掉了，这么弱，干嘛？靠边，掉下来了 ！Oh my god！火箭筒还蛮好用的，这什么东西？无敌状态，现在吃也太奇怪了吧？别插，既然你都无敌状态了，哇塞，哇塞，发现秘密，哇，不是吧？火神炮，等等。这个是永久在身上的吗？靠背不是吧？哈哈哈哈 ！Holy crap！ 干，这武器越来越夸张啦，不是我要讲。可是这样子我好像不能攀爬欸，这是射完就没了是不是？欸，可以啊，我是可以爬啊。哇塞，太夸张了这个，有夸张到。哦，那个盾的招牌。上魂出现了，谁呢？没了，哇，就这样子，好哦，原来是消耗品，射完就没了，不要射我啊！这边。噔噔噔噔，有又一个，哇，又是你 ！Oh my gosh！ 啊哇，哇，我的肚子被咬掉了，哇，硬哦！结束，这个拔过应该会自动储存，所以说应该是不用再拔了。哎呦，不要掉下去，掉下去什么都没了。好，这边开门喽，就是这个开了，所以。也太多了吧！还真不知道从何开始打起啊！不要冲向我吧，拜托！我不好，我不好看，我不是你的阿娜达，不要这样子。
全部都要来参一卡就对了。什么东西？哇！地图已下载。我靠，炸自己了！下载了卡丁什么格的？卡丁格圣所。李小米，传送门。我去拿一下补血的、啊。OK。哎、欸，直接传到这边来啊！哎、欸，哇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么酷啊！摸。他的钢铁意志经过地狱之火冶炼，谁啊？在说我吗？呵呵，那我传过来是干嘛？只是为了拿东西是不是？完全不想知道他在说什么。不好意思，哎，这个又一个了，散落各地呢哦，还真的散落各地哎、欸。改善辅助系统配量充能时间，好啦，学啦，加减加减。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把我弹到这边来了。再来嘞。哦，又是您啊，战术狙击枪。我来看一下齁。嗯，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精准射击加农炮的，感觉超级酷。工程模式，使用后可以充能，并发射贯穿光束。我要不能移动啊，精准射击好了。充能一发高杀伤杀伤的，好，就这个，决定是这个。好，还是说狙击枪之类的，不要，我就是要这个。给我啦！哇哦，哇，这个行，非常可以，我喜欢。哦，原来隔音机关枪也有啦，它不是消耗品啊，它只是在选项内要自己调出来就对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这边，感觉要打 BOSS 的、欸，我怎么觉得？哦，他在保护这台机器人。开枪开枪啊，这边是之前的投影，告诉你之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之类的。哇哦，这边呢，恶魔之门。哦，哪里？声音在哪里？啊，我听到声音，但我不知道在哪里。大哥啊，我、哦、在上面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可以哦。我靠，这什么？我靠！射一发 GG， 哇，恶魔哥，恶魔哥刚刚从这边进来的是不是？谁呢？好爽啊！巨能一发，一发入魂，可以四倍伤害，该吃了，爆了，嫩。听这种声音很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又来一只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好多恶魔、哦、源源不绝的恶魔，把他的脚拔下来，轻轻往他脸上敲下去，往生。
仿佛在告诉他：“你这个小淘气，轻轻扒了下去了。”好哦，这里应该没什么，我要走了。水。地图已更新。哇！可以不要这样吗？什么声音啊？在那边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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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！我来跟谁打、啊？哪边双方人马打起来？恶魔打恶魔！哇塞，是不是有这么意见不合啊？你们不是同类吗？怎么会这样子沦落到打起来的呢？耶、yeah! ！我要把他打死了。应该不是这个，我的是这一个，这个好用啊！这个原来恶魔会打恶魔，学到了新知识，恶魔会打恶魔。来，一发入魂，啾！打中空中哦，飞行生物很好用呢，基本上两发就解决了。结束。没了。会直接用锯子把它锯掉吗？这个要五格哦，哎呀，看来这个没办法了，还要五格哎、欸，没得用啊。好，那、啊、接下来这是什么？是这个东西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哦，上面，往上走。哦吼！哦吼！哦，文献。他征服毁灭者黑暗灵魂的途中，展现了无畏精神。公三小。Power！ 哦，有一个。Power！ 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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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打屁，打屁打，你是在打屁打？哇，这么多装备可以捡，舒服！哇，一路上装备捡满满。再来呢，这里是要往下走呢，还是往这里呢？哎呀，犹豫。看来两边都一样。哇！先吃再说，四倍伤害。恶魔呢？太红啦，都看不到啊！这真的太红了。哪里哪里？看，可以不要那么红吗？我什么都看不到啦。红人真不得性，夸张哎！
靠背，我剩四滴，我操嘞！有没有搞丑啊？你来了，看，感觉没什么伤害，有哎、欸，想说没有什么伤害的，哇，居然存活下来了，哦，好险，吓死我的毛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快，冰酸哦，来了来了，到了到了到了，哦，这个机器人致谢。好，残牙塔好像找到了什么潘多拉之盒之类的，摸了一下，这样他获得了潘多拉的魔力，成为了战神克雷多斯。嗯，这批很纯，是这样吗？好了，不管了，我要直接过关。哎，不是过关啊、哦，哦对，启动传送门，过了。哇！舒服啊！